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9月16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为了保障弱势的劳工的劳动权益，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再度推出了领先全国的创新措施。从这个月开始呢，由法律扶助基金会板桥分会义务律师来免费担任四类型的劳工代理人，参与劳资争议的调解，来服务所有的劳工朋友们。劳工局长谢振达表示，过去发生劳资争议，弱势劳工朋友经常受限于法律认知以及协商经验不足，失去对雇主谈判协商的调解时机。律师担任劳方代理人参与调解，可以协助劳工分析案情事实，给予建议，甚至提供法院实务见解给雇主参考，排解双方法律意见差异，促成劳资和解。劳工发生了法律的一个劳资争议的开始，我们就跟法服有做电话咨询的服务，然后如果需要面对面的了解法律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柜台的一个律师的当面咨询服务，这也是跟法服来做这样的一个合作。然后我们也在针对职灾的劳工，我们有道灾的服务。法律扶助基金会板桥分会表示，法服基本工作为诉讼扶助，现在板桥分会做的内容除了诉讼，还更进一步在调解过程就介入，如果能顺利达成和解，减少送累，这样对于劳工企业都有帮助。板桥分会也会从资料库找出52位的律师来协助这项计划。我们除了诉讼以外，我们更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往前面啊，在调解的时候啊，我们的律师就能够介入啊，如果说在前阶段的调解过程里面能够顺利的达成和解的话，那么后边的诉讼的送累啊就会比较减少，那这样的话对不管是对于劳工还是对于企业界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当发生了劳资争议的时候，这一块是我们过去没办法做到的，那今天我们也跟法服合作了这样一个专案，就是重大的一个争议，职灾的争议以及一些弱势民众的一些劳资争议，我们跟法服合作，透过义务律师来跟这些做劳资争议调解申请的劳方来做一个沟通，然后来帮我们开这样的一个代理调解的这样的一个会，让劳工充分的了解他的一个权益。劳工局从劳资争议一开始就已经设置免费律师的法令电话咨询，律师临柜咨询。另外，针对行动不便职灾的劳工，律师到府咨询，提供完整的法令资讯。在劳资争议调解阶段，弱势劳工可以透过义务律师担任劳方代理人，协助解决纷争。谢凤强，市府常报道。